中平林道是最近几年来很多山友喜欢前往体验大自然森林浴的好地方。不过卓溪乡民代表会主席金淑敏在质询时，他就说带朋友去走一走的时候呢，因为杂草而破坏美感。同时他也跟公所反映很多次了，希望公所可以趁这几天天气好赶快来改善。中平林道是近几年来很多山友喜欢前往体验大自然森林浴的好地方。不过卓溪乡民代表会主席金淑敏在质询时就说，曾经带朋友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杂草而破坏了美感，并且也跟公所反映多次，希望乡公所能够趁这几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尽快来改善。工程发包施工完成后，我们的地板螺丝松脱，护栏摇晃，休息座椅也不见了哈。当初还有12个，每一个地方都有6到12个，现在也不见了哈。那我们观景休息平台砧板哈，高出大我们的道路哈，15公分，所以道路两方哈会车呢没有地方可以闪啊。乡公所则是回应，中平林道到4K 这个路段管辖权是林务局，如果要养护或是改善都需要征得林务局的同意。不过公所在这里会转达给林务局，目前整个工程的材料像是休憩椅会在与发包的主管机关讨论，由公所提出意见，才不会发包之后浪费整个椅子都还没使用就已经因为环境气候关系腐蚀，事后会再进行检讨。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